你手机落在我这儿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啊？发烧了吗？我没事儿。我陪你去医院好吧？放过，这跟你没关系，走吧。如果你不愿意去医院的话，我帮你烧壶热水。 看你喝完我就走。陈佳欣，我劝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我已经准备要离开了。你这么对我。 会让我产生错觉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陈佳欣了。你现在对于我来说，只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。可是我不保证，你在我房间会发生什么。 你真的以为我在开玩笑啊？我不怕。那你知道怎么样能让感冒好得快一些吗？就是找一个主动送上门的倒霉蛋。 把病毒传染给他。先别说爱我。